Namaste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动瑜伽。如果你迟迟不敢开始瑜伽练习，怕痛、怕酸、怕累、怕身体会断掉的话，你今天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做一点简单的暖身。做完暖身以后，你就可以去休息喽。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瑜伽练习的话，也可以参考其他 Vamos 的影片。好，这一开始我们会先到瑜伽垫上来，首先先躺下，将你的脚底板踏在垫子上。膝盖倒向右边，吸气回到中间，吐气带向左边，吸气中间，吐气右边，吸气中间，吐气带向左，吸气带回来，吐气右，最后一次吸气中间，吐气左边，吸气带回到中间，吐气把你的右腿伸直，将你的左腿跨过来带到你的右边方向，双手掌心合十看向你的右边，吸气将你的左手向外打开，可以看向你的左边，吐气再收回，如果脖子会痛的话，头就不用跟着转那么多，吸气打开，吐气收回，吸气看，吐气回，吸气向外开，吐气带回来，接下来将你的右膝盖往上带一点，让你的左脚跨在你的右脚上面，然后现在从这里你可以手轻轻的扶着你的腿，吸气打开，吐气往内收，吸气向外开，吐气向内收，再吸气开，吐气收，吸气开，吐气收，吸气开，吐气停留在这里，你可以轻轻的踮起你的左脚，停在这里，手不用推得太用力，只要给它一点点抗阻的力量就好。二 ，and 最后一个吸，最后一个吐，慢慢的带回来。接下来回到中间，将你的左腿伸直，右腿跨到你的左腿外侧。右手盖向你的左手，吸气打开来，可以跟着看到右边或是看到一半就好，吐气收回，吸气开，吐气回，吸气打开，吐气收回，最后一个吸气打开 and 吐气收回来。接下来让你的左膝盖弯，右脚跨在你的左大腿的上面，右手轻轻的拨着你的腿，吸气向外，吐气向内，吸气向外，吐气向内，吸气向外，吐气收，吸气开，吐气收，吸气开，吐气停留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右脚轻轻的踮起来，手可以给一点点抗阻的力量，停留在这里三个深呼吸，拉长你的吸气，放松你的吐气，大大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将你的腿带回来，身体回到中间，接下来你可以从侧躺将你的身体带起，身体带起之后，你的右膝盖会朝外，左膝盖会朝前，然后进到一个像美人鱼一样的坐姿，从这里开始，你的右手手掌心会推着地板，手指头朝着外侧，先掉下去，这是压下去，再推起来，掉下去，推起来，保持推起来的力量，让你的肩膀胸口同时的打开来，左手从右边的下角带到左边的上角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向下，吸气眼睛跟着看到上方，吐气收回，吸气开，吐气收，吸气开，停留在上方，三二
一，将你的手臂再外转外转外转多一点之后，让你的手绕到你的背后，肩膀胸口拿开，记得不压，让你身体推起来。三二一，慢慢的下巴收回到中间，将你的身体带回来。所以通常我看到学生手腕会痛的话，都是因为重心往前往下压太多，那是腹的力量启动，把你的身体整体的带起，那就可以减少手腕这里的压跟不舒服。OK， 我们现在把脚带到另外一边，手指头朝外。好，先让你的屁股坐稳以后，让你的手扎根，手指朝外，让你的背部的力量启动。你可以把你的肩膀跟胸口打开来，好，右手从左下带到右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。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慢慢的下来，吸气再带上去，吐气停留，继续推起你的身体，感觉你的身体打开更多，拉长更多，再一个吸气，外转你的手臂，外转，这是往内，这是往外，往外很多以后，再让你的手绕到背后，肩膀胸口打开，整个身体推起来，三、二，保持呼吸，最后一个吐气，放松。好，下巴收，带回到中间。好，带回到中间之后，将你的身体打开到四足跪姿。好，手与肩同宽，膝盖与臀同宽。吸气，右手带起；吐气，右手穿到你的左手下方。吸气带起，吐气穿。吸气再带起，吐气再往下穿。好，穿穿穿穿穿穿很多了以后，把你的手臂放下来。好，放下来以后，再让你的左手举起来。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、哦，肩膀压到脸很不舒服，把你的手臂外转出来，这是往下压，这是往上带起来以后，再弯曲你的手肘，让手背来找到你的下背。那可以的话，再让你的手往后找到你的大腿内侧，那一样不需要太过勉强自己，放在这边也 OK， 或是让你的手叉腰。三、二 ，and 一，吐气，慢慢的带回来，回到四足跪姿。好，从这里开始换手，吸气左手上，吐气穿，吸气上。吐气穿，吸气上，打开的时候把你的身体再推起更多，吐气穿下去，吸气带上来 and 吐气穿过去，穿过去很多很多很多了以后，把你的肩膀的脸颊同时放下来，现在让你的右手轻轻举起，肩膀不要往内掉，让它往外转，往上延伸，先吸气打开来，再下一个吐气，让你的手绕到你的背后，找到你的大腿内侧，找不到的话没有关系，放在你的下背或是手叉腰都可以，肩膀胸口持续打开，慢慢的配合你最后一个吐气，将你的手收回来，坐起来。现在手叉腰，吸气的时候重心慢慢的往上带起来，让你的下面的小腿往下推，然后感觉你的大腿前侧拉长。吸气的时候手举起来，不推你的腰，不掉你的腰，让你的身体挺高。吐气肋骨收，下巴收带回，吸气向上。大开你身体的前侧，不挤压后侧，吐气收回。最后一个，大开来吸气，感觉整个身体往上长高，吐气，慢慢的将你的手带回到胸前合十，轻轻的坐下来。谢谢自己今天的练习，谢谢各位同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